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台南兼酸甜的时间，我是尼安，真欢喜在空中跟大家开讲哦，哈，今天尼安想要来跟大家哈讲 WHA 呀，哈，WHA 是世界卫生大会哈，伊每一档呢，哈，5月20左右的这个时间呐，哈，伊拢会伫个这个瑞士诶。日内瓦，日内瓦，它的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呢，在那边做一个举办呐，那吉尼都呢，一样跟去年一样，没有得到这个邀请函呐，我没有办法去参加，但是呢，咱台湾有一团，这个会去当地，来参加，这个 WHA 这个。这个还有去那边宣扬台湾的医疗哈，那么尼安也在这个时间点呢，人也会在日内瓦哈，到时阵尼安家回来跟大家哈来讲这每一个这个状况哈，但是呢哈，咱一个部分来讲，台湾的记者要去遐采访啊哈。但是联合国哈，伊竟然呢哈拒绝发予台湾的记者哈，这个采访证哈，这个代志哈，竟然也是发生了哈。但是呢，国际的记者哈联盟会长哈，伊表示着讲啊，这个做法呢是无法度接受。我做接受啦哈，伊诶，这个下批哈，和这个相关的机构表达伊的抗议哈，应该讲爱尊重哈，国际诶媒体记者采访的权利哈。啊，咱台湾这摆除了为台湾过去遐哈，这次嘛有办一个医疗展哈，台湾的医疗展在那边哈。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呢，也会有台湾之夜哈，在那边阿哥五蝶湖边去遐宣传哈，支持台湾哈。其实有一个重点呐，咱家己回来关起门来说，就是说，咱爱别个国家的人支持台湾哈，咱家己第一，咱家己爱心支持家己的台湾。好，那咱家己台湾人有支持家己的台湾无？哈啊，为什么无支持？哈，无支持的原因，哈，还是讲规定，还是讲有啥物故事无？哈，所以我觉得说，我们必须要一一的去解套。哈，为什么讲咱台人一直甲大家讲正面这些？哈，正面就是讲唔是讲甲中华民国改造台湾就无输呢？好，正名的意思是讲，我知影我叫做啥物名，我要为这个名，来奉献做啥物代志，这个就是正名意义，不是讲跟人讲改名而已，改名，咱来讲改名是讲，某一个人，譬如讲我周尼安，我要明仔载我要来改名叫做周安妮，这是改名，但是你有啥物，迄是叫做改名，但是这意思是讲，咱台湾正名为做台湾意思，内底有一个较深的意思是讲，因为伊本来就是叫这個，伊是去用人强迫。吼，要来叫一个中华民国这个物件，咱无法度接受，咱无想要接受，吼，是安尼，吼，所以，大家唔知有去想过无，吼，今仔日唔是讲要甲中华民国干了直接并做台湾娘娘，吼，因为这意义是讲台湾本来就是台湾嘛，是你中华民国是后来的嘛，吼，所以我要把这个中华民国淡掉，我要回来跟我原来的这个名，所以这个意思跟改名我感觉是不一样的，有里面他自己咱台湾要做的这个意义，
绝对不是讲干啦，讲干所有的物件，干台湾民国该做台湾，我们台湾就这个建国完成了，不是这样子的，哈。好，那我要讲是讲咱有缘有足济足济的人，大家做伙在打拼，吼，伫咧做即个工课，吼，伫咧做咧这个台湾证明的事情，你包括说2020东京奥运，哈，大家要一起这个一起努力，好的这个事情，好，非常重要的啦。吼、哦、啊，因为咱都家己都想讲啊，别人叫咱叫中华民国，我们就觉得也 OK 啦。吼、哦，如果咱台湾人的心态是安尼的话，那就别人怎么帮你啊？你甲讲，今仔日外国人徛伫个外国，我甲台湾也无地带啊！那我怎么帮你们台湾人呢？我是一个，如果是一个外国人，他要如何帮台湾人呢？这个是大家来思考一下，所以你家己台湾人，你都不爱去做你应该做的代志，帮助你家己的时阵，你要唔忙讲别人来跟你斗啥讲，北京话一句话叫做"门都没有"，门都没有啦，OK，好，所以咱在台湾，咱唔当做我们的医生，我们的卫福部长啊，这摆嘛，无法度参加，过去也当参加嘞，这个马西东基于说他们有发给我们邀请函，没有错，但是这个邀请函呢，我们是一个观察员，的部分，那么大家来讲啊，因为呢，中共那是无同意，无法度接受呢，这个整个的好像就被整个的 WHO 啊，那似乎就被中国牵着鼻子走，这个部分我觉得当然很多国际上的所有的其他国家，伊嘛是爱去思考，这个部分的正确性啦，啊，佮有伊个台湾人的人权放伫叨位，我们台湾人的医疗人权何在，这个部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啊，伊即马是连我们有新闻自由，可是呢，他却不给我们这个，因为国籍，或是说因为我们台湾，他不认识台湾，因为啊，讲较悲哀的讲，啊，你甲这 passport 护照摕出来，护照摕出来，那顶管下 Republic of China，就这嘛是咱家己爱去改变的嘛，所以这个就以国际记者联盟会长勒鲁斯啊，有讲的，伊讲那是讲为着讲国籍的问题，啊，伊无要发采访证给台湾的记者，安尼。明仔载都有可能会当用别个理由来拒绝采访，这渐渐就会变作是即个新闻检查，所以一个机构伊讲，伊要发予记者采访证，伊唯一的标准就是爱审查讲，即个人伊是毋是记者，伊有记者的身份无，那么即个部分非常的重要。因为中国现主席是透过各种方面打压台湾，封锁台湾的国际，这个国参与国际的任何的会议等等，你看，包括讲，要去采访咱台湾的记者，嘛去有人，这个挡在门外呢，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，我们需要很多人的帮忙我们，但是尼安要跟大家说的是，我们就是说，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说自己有这个心吗？自己有想要到啥讲自己吗？这个是这样子的，最近我有一个朋友，
我感觉伊是一个真好的人吼，啊嘛，这个也是我们台联的这个党员吼。那他就讲一个事情，因为呢，伊最近就有一个老朋友了哈，啊，从监狱回这个出来哈，然后呢，公婆收在起，那么这个彭大哥啊，哈，这个彭总经理他就说啊不。来厝诶，就是在家里哈，他自己一个人，他自己租房子在外面，他就跟这个朋友说，不然这个你来家里住哈，那我帮你介绍一些工作，和你走哈。但后来嘞哈，我是觉得说彭大哥真的是好人一个哈，一哈可以免这个。可以吃住免费啦吼，啊，佮帮伊买一寡衫，可以穿吼，然后帮他介绍工作等等。但是啊，吼，这个人呢，伊去做事的时阵啊，拢最后都会被介绍了三个工作啊，都被这个老板他们打回票，问回来问这个彭大哥说，哦，你介绍迄个人呢？吼，这个很他饼多啦吼，所以他不行，不能用这样子。然后呢，因为这彭大哥呢，伊是爱去这个做工课，爱去日本的哈、哦，他做导游哈、哦。然后这个他不在台湾的时间呢，当然也就把整个房子都交给了，就是好、哦、由这个他这个朋友，这个从监狱出狱的这个朋友住。但是呢，回到台湾之后，他看到伊迄间厝呢，几乎弄得很像垃圾堆一样，就是哇，哇无洗啦吼，啥物安尼，用个安尼垃圾里头搞这样子哇。那最后不得已啦吼，之后说啊，不然你还是去，回去那个更生，去找那个更生人哦，协会什么的那边的人吼，那边也是有地大啦吼。但是我听这故事的时候，我真正是想着讲，像这样子，就是自己没有自爱，吼，等于讲你家己没有奋发图强的时阵呐，吼，你看哦，即便说，吼，有这个彭总在帮忙，这个朋友，吼，他出狱，哈，之后呢，重新过生活，哈，重新来个这个社会，哈，甚至于讲也车嘞，吼，先后一开，哦，载他啦，当做有点当他的司机这样子，哈，然后这个给他吃，给他住这样子，但是呢，这位朋友的表现实在是让人失望，哈，所以我来讲，像这款的例，就是讲，人家说自助。人助天助，吼、哦！在这个礼顶馆呢，吼、哦，咱阿伯看到这个朋友也自助，就彭大哥就给他人助，就帮忙他了，吼、哦。可是呢，后来伊家己的拍拼实在太不足啊，吼、哦。那我要讲的是讲，咱对着台湾，吼、哦，咱无放弃。的权利啦，吼，咱嘛无讲忝的权利啦，吼，咱只有一直做，一直做嘛，吼。当然，咱嘛是卖讲哦，一直戆戆啊做，咱的一个方法嘛用啊对，吼。所以咱要外口人来承认咱台湾正经，吼，咱家己台湾人，咱爱为家己台湾拍拼，我感觉这是首要的，吼。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哦，如果我们自己做不到，我们如果没去努力的话，吼，你别叫人把人给咱倒沙缸，我觉得这个是太强人所难了，吼，这个重就是讲把人想要给咱倒沙缸，这当然也嘛是好代志啦，吼，但是。这个好事情，哈、哦，它也不可能永远一直发生的、啊。好的，陈学工，我觉得讲这个例子，就是说，你所有的事情，你自己无打拼在先，哈、哦，你别为，你总是要等天上掉下来的礼物，哈、哦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啦，好、哦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讲，哈、哦，中华民国，哈、哦，这个国名，哈、哦，说真的，它并不是一个。它不是一个国吧？它就已经，或者它已经这个在国际上面来讲，它被消灭了嘛？哈，我们必须自己建国啊！哈，
这个进前蒋介石来到台湾的时阵，伊嘛讲啊真清楚啊，伊讲我们的国家已经和这个被灭了，吼，我们现在都是无国之人呐、啊。蒋介石知影，伊就清楚，伊对伊的阿兵哥是安尼讲的呀、啊。但是后来伊安怎，伊想着讲啊，我们的国灭了没有关系，但是咱会当伫咧台湾家作威作福做皇帝，吼，是不是安尼啊？这个我觉得应该去把那个蒋介石挖起来，吼，他是不是这样想？所以他后来就是反正没有真正的国也没关系啊。虽然伊改借阿兵哥改伊带来的人讲，我们现在已经成为无国之人了，我们就是要做建国的工作，吼，建国的工作，所以呢，好。到处也都有建国路啊，建国北路啊，东马屋嘛，哦，那我们就变成好像沦为口号，只说不做哦。那 WHA 啊，哈、哦，伊拢是每当哈、哦、五月二一，诶，到五月二六，伊咧开会啦，哈、哦。那 WHA 啊。都是 WHO 的最高权力机构，就是世界卫生大会啊。这个大会来的嘞，是来组各国的人呐、啊，哈。然后每年会开会一次，哈。啊，开这摆会呢，都会决定讲，哎、欸，我这个基尼多，这个就是一年他的 WHO。也政策的方向，他有一之前也有这个对于空气啊 PM2.5 的啊、哦、曾经有过、哦、那这个台湾以前、哦、是用观察员的身份、哦、然后这个参加 WHA 啦、哦、到咱报出、哦、我们的时间点，我们都一直没有拿到 WHA 的邀请函。好，那大家都知道啦，这个健康都是基本的人权嘛。好，不应该是说不同的，不管说地域啦，宗教啦，政治信用啦，或是经济社会，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台湾的医疗真的是世界世界有名的，但是相对于说很多非洲的国家需要有很多进步的地方，我们都可以帮他们很多，但是呢这些非洲的国家，每一个国家他们都可以派代表去参加 WHA 的大会，就是咱台湾，哈，每年到这个时间点，就尴尬哎，哈，啊，就差没，就是就无法度安尼，哦，这个是我们一个很无奈的地方啦，哈。但是我们这个无奈呢，哦，听众朋友，我们要自己自立自强啊，好，我们不自己自立自强，哈，你免咧笑想讲别人会甲咱斗啥讲，好，那。把人当然基于很基本很基本的人权、啊、但是我们自己真的要、自助而后人助而后天助啦，这个是 WHO， 不管我们台湾就是台湾，你自己先知道你是台湾，这是最大的重点啦。OK， 今天就先跟大家来开讲到这，感谢收听，我们明天再讲一个时间，台联兼生天空中再会咯，拜拜。